喜不喜欢啊？来呀，保险。那啥，你让你闺蜜也来一起看会电视呗，我帮你洗呗。那在干嘛呀？啊？在干嘛呀？一起看电视呗。行吗？哎呀妈，这葡萄全洗出去了。我帮你洗洗。不是你别占我便宜是不？啊？我没嫌占便宜。洗香水啊，那也没有那么厉害。啊？干嘛？啊？人家盘我。哦，你滚，你给我死啊！不叫他来是不是？那我自己叫了啊。等会儿。啊？没事啊，启强又怎的了？啊？吃了一个葡萄。嗯，我刚才吃了个葡萄，渴了。啊，又送等离子电视了。我没看过这集啊。我去趟卫生间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张一成，咱之前见过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啥事儿，那个刘明熙喝多了，我们在他家，然后今天喝了点酒，喝多了。你喝多了？啊，对。你搁哪喝的？在他家，你过来一趟呗，咱整不了他了。他真喝多了。真喝多了。行，我过去一趟吧。啊、那你方怎么过来呀、啊？没事，我自己过去吧。好好，那好嘞。嗯，好嘞，拜拜。葡萄洗好了，我也吃葡萄吧。啊，那个啊，电视有意思不？咱喝点呗，边喝边看呗。啊，行不？我点点啥？我请。喝点呗。哈哈哈！家里都有。啊？家里都有。都有啥呀？啊，有辣条没？有啊，好，来啊，整点呗。来吧，你别搁那慌慌炫了，那场上全让你整。谁来了？你看一眼刘明熙。你咋来了？这不想你了吗？我看看你，没事啊？我刚还想给你打电话呢。啊，快过来坐。啊。嗯。那咱一起来呗，是不？一起呗，上来就喝，热不热？来吧，我帮你把衣服给你挂哪儿。我咋喝多了？你怎么老喝多呢？不行，我对这玩意过敏，这脸通红喝的。是难受。你们那啥先整的，我等会儿啊。啊。那咱也喝点呗。来，先喝，我上厕所。啊。你没吃饭，你先吃点东西再喝呗。我去洗，我那个拿点东西，啊。搞。挺神通广大呀。怎么的？挺厉害呀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我闺蜜来看你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跟你没关系吗？别亏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所以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自己能办的事我自己，不用你啊。但是。我气死你！我早喝了，这俩睡得真快。没有，我拿个饮料。你喝哪个？你喝这个。嗯。你喝这个。我喝哪个都行。那你拿这个。你俩找啥呢？要不要我俩帮你找？我找点饮料，你这挺多酒啊。啊。我喝点乳酸菌。睡不着。给你也喝一个，我就不用了吧。啊，拿去。干啥？就在冰箱里啊。嗯，我在冰箱里给你冻起来，操！过去啊，来吧，咱喝呗。